我们现在就去找护士。怎么样？没有B型血浆了，我要赶紧组织人献血。我是B型血，抽我的。一个人可能不够。还别废话了，赶紧的！哎，司令。 别动啊！医生，冠耀哥怎么样？许多半失血过多，正在输血。你先出去等一下吧，我们马上要准备为他手术。谢谢。 司令，有没有觉得头晕啊？没事，继续。好。冠耀哥怎么样？放心，医生说他没事了。司令，还有人等着你呢。好，你们在这守着。司令，是我们失职。上次庆功宴后，我们一直听从您的命令，暗中保护穆小姐。 还是被凶手钻了空子。你责罚我们吧，这是突发情况，你们也不用过于自责。但是以后要多派些人手加强戒备，暗中保护穆小姐，有任何事情第一时间先斩后奏。是。上次就是这个病人。你怎么来了？谢谢你啊，一直派人保护我。啊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可是我的财神爷啊。总之，谢谢你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 要不你还是自己来吧，把脸擦擦。你也不希望他醒来看到你这个样子。冠耀哥是为救我而受伤的，要是徐督军怪罪起来，我来担，我不想牵连你。哎，傻瓜，谁会怕你牵连啊？别看了，又不是第一天这么帅，赶紧把脸擦擦，难看死了。 你笑什么？还是这么说话比较像你。